请问你们为什么想要参加物保儿童营呢？而且是线上的哦。因为又有趣又好玩。哪里有趣，哪里好玩呢？因为可以听故事，又可以动手做。快乐王子的故事，为什么？因为假如世界上大家都有助人的心的话，世界会变得更美好，然后大家互相帮助，也会让世界更温暖。然后姐姐都会放南无观音菩萨的佛号给大家，让我平静下来，才能好好的绕 S 型。这是我喜欢快乐小王子的故事，就是他教我们一点，就是做善事，然后帮助虚弱的人，然后那个小燕子还是一直陪在那个快乐小王子的身边，他会小燕子也会帮忙完成那个快乐小王子派他的任务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让雨晴参加儿童的原因，因为就可以看到很多助人的故事。那除了故事还可以做手作外呢，那中间也会穿插很多让他可以放松集中精神，甚至做一些健康操。那在试做手作的过程中也会放佛号，让他平心静气把手作完成，不会毛毛躁躁或是太紧张。